玩得咋？試架3:49。我今日有人就快啲七區開發行動，跟住而家好似冇乜嘢發生嘅，一陣間可能有嘅。琴日警方總共拉咗200人，主要都係涉及非法集結、刑事毀壞嗰啲罪行。淨係琴日啫喎，已經拉咗200個人。之後有冇新聞佢話去到港島就拉咗好多人。我發覺咧，啲 KFC 質素越嚟越下滑，因為點解呢？我記得我兩個禮拜日，我都喺 KFC 買早餐食，都係話要求佢轉雞翼，但係我當我翻屋企之後，發覺原來佢冇轉到嘅，仍然都係燒雞。心諗你話到底係咪文盲嘅？即係我講咗話轉雞翼，跟住等咗好耐。即係我都等好耐，以為係焗嗰個加緊雞焗好耐，但唔係喎，佢好耐仲係俾個燒雞我啫。但我心諗，我已經好耐都未食過家鄉雞，我通常食親都食 M 幾算數。消防标一，即系遇到外挂之后升咗 level 101，自己103，佢已经连升3级。我原本最尾嗰个马尼塔原本有匿压第一嘅，后屘就断线。我哋个队第二名8000几分，但系我哋17000，因为我系咁攞最后胆 spot 人，跟住然之后又攞啲 Damage 917嗰啲箭頭卡，即係隊，跟住再加火箭，哇！佢分數幾多？但唔好彩又係斷線。我仲以為天有間1130，佢俾人破壞之後，成間嘢封咗。點知原來睇錯咗，即係我即係側面睇佢就係啲甲板封住嘅，但原來我望由嗰個足球專唔係由嗰個買衫嗰間鋪頭望過，原來係開緊，即係話俾你聽，點解你破壞曬咁多嘢，但係仍然都可以開翻？即係打人你塊玻璃啫，但唔代表係冇你營業嘅。而優品360隔離嗰間點解亦都會遭殃咧？因為嗰間我見佢攞嗰啲紙封住嗰個招牌，跟住我一望就知原來呢間係叫名創優品，佢亦都係佢哋 attack 嘅目標嘅。
總言之快快嗰啲藍店即刻就搞啦，你咩都好。我望到琴日旺角山東街度有人俾人私了，跟住佢嗰啲衫俾人扯爛咗，連底褲俾人扯甩埋。跟住我心諗哇，咁樣都好變態。但佢哋對嚟講，但係對於佢哋嚟講完全冇事，因為佢哋影到警察話幫緊嗰個男人，跟住話嗰個警察變態，心諗你自己都變態咯，扯人件衫。